Hello， 你好，我是莱斯，欢迎来到我频道。哇，我觉得好骄傲啊！最近刚好有个游戏空窗期，我下特买的游戏快玩完了，我只差两三款还没有碰。觉得能够克制欲望，买的游戏都有玩或是都有退，之后有机会再陆续跟大家分享。今天介绍这一款，我看中三点买的游戏叫做《Scarlet Hood and the Wicked Wood》，比较多人会称这款叫做《红帽仙踪》。Scarlet Hood 哦 ，Scarlet 可以翻作猩红、绯红。绯红女巫就是用这个单词，可以映射到小红帽。Wicked Wood 的 Wicked 是绿野仙踪的女巫前传，搭配上故事剧情，所以这一部会被人家称为红帽仙踪也蛮合理。这游戏原价268，我游戏八折买的214块，好评数量超级惨，只有超过50篇的92%极度好评，卖的也真的是超级烂，查了一下只卖了5000套左右，真的是蛮哀伤的。我刚刚讲说，因为三点买的。首先，第一点，女主角看起来，你看这个腿，不瞒各位说啊，算了，我就不说了哦，兄弟们，你懂我。第二点是这间开发商很有名，我也注意了很久，大名鼎鼎的 Diverse Prezzo 哦。如果这样还不知道 ，The Coma 系列就是他们家做的。看到这个画风啊，应该是有连接起来哦。The Coma 是一款恐怖主题的点击解谜冒险游戏，二代 Vicious Sisters 有超过1000篇的96%压倒性好评。红帽仙踪也是这么样类型的游戏，差别在 Coma 2卖了50000套，红帽仙踪只有1/10。那你扮演的是一个乐团歌手斯卡利，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演出机会，和自己的三个小伙伴们一起跋山涉水，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到达演唱现场。虽然因为迟到碰上了一点麻烦，但是在演唱的过程中嗨翻全场，获得了不错的成绩。老板虽然觉得演唱不错，可是只有打算把合约给斯卡利一个人。也因为没有直接和同伴们说明，和小伙伴们有了点争执，最终一个阴错阳差，一个闪电下来，斯卡利穿越了现实，到达了异世界。什么？这剧情也太急转直下了吧！我直接穿越异世界。总之，故事的主要核心啊，就是在这个异世界里面，也是我买这款游戏的第三个点。在游戏的 PV 中，里面展示了许多不同玩法的解谜，看起来好像有几个谜题都设计的蛮精巧。那我本身也是有点喜欢玩这种很精巧的点击解谜。哦，真的啦，我真的知道这不是一只黄油。像是 The Room 啊，就是我点击解谜最喜欢的系列。就算推过了很多次，看大家反应好像也不太好，我依然是强推 The Room 系列铜板价的解谜神作。那回到红帽仙踪，你穿越了异世界之后，意外的砸毁了人家的行李车，同时还掉落到一个山洞里面。我不是很了解这两件事情是怎么同时发生的。总之，这个山洞里面就刚好有红女巫的装备。包含着绯红斗篷，剩下一只的红色玻璃鞋，以及一个手指好像有自我意识的方便法杖。这个法杖，呵呵啊，我要帮你释放会舒服的魔法咯。哦，不是，这个法杖不是这样用的。游戏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偏逻辑和对照的解谜，只有很少很少部分的 QTE 开门。像是玩家碰到的第一个谜题，就是要快速反应系统提示的符号，让你正确的输入。有些人很反弹这种解谜，但是这种解谜真的是极少部分。对照符号解谜算是比较多的，你需要在 A 场景中找到某些东西，然后到 B 场景的机关上输入相同的符号。虽然谜题没有到很精巧，但是凭借着斯卡利一些浮夸的表情，还有死亡之后有7次生命回归的热门设定，这一支游戏玩起来还是蛮有趣的。尤其当死了6次，剩下最后一滴血的时候，我心里也是心有戚戚焉啊。毕竟我已经死过3次了，在玩的当下，频道也真的剩下最后一滴血哦。现在好一点了，经过自然回血，目前剩下2滴血。那在故事的进程中，你会需要穿越一个邪巫森林，里面有个绿女巫会千方百计的阻挠你。哇，这个月碰到女巫有点多哦。终结者莉莉那边就碰到一狗票，两边加起来都可以组个女巫战队了。那据说每一个阶段啊，都会有不同的解法。例如说，我一开始走的路线是依照传说的指示，像绿野仙踪那样解救机器人、南瓜头和狮子，合力打倒最终的绿色女巫，也可以全部都靠自己的力量来和女巫对抗。不但玩法和解谜会有不同，也会有隐藏的关卡。我全破了一轮之后，发现官方预告的谜题我几乎都没有碰到，这个我还蛮讶异的。而且除了解法和谜题，结局也会不同以外，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。哇，这个破关奖励也是不错的。我是比较少在游戏里面看到官方的 cosplay 的角色这么好看哦，水准很高。游戏时长的话，差不多4到5个小时可以玩完第一轮。想要看其他解法，找秘密打第二个结局会更快一点。首轮慢慢玩6个小时应该也是可以破。说要推荐嘛，这支虽然有点缺点，但是总评自己我还是蛮喜欢。最近如果有空档的话，还会顺便把 Coma 也补齐，绝对是没有到必玩。
可是想要花个半天休闲一下的话，这款有特价，绝对是可以买一下的。游戏性我觉得是划算的，斯卡利的个性也蛮讨喜，演绎也有的也蛮好笑，200出头的价值是有道的。我喜欢这类型的玩家，甚至想接触看看这类型的人都可以买。那这次简单影片就到这一边，我是莱斯，谢谢你到最后，大家拜拜。